进入了某种状态以后会出现某种异象。哎，我的意见就是什么，勿长勿住，哎，不要追这只异象，哎，不要管它这些东西，哎，淡然处之，叫什么，叫虎豹不惧，有老虎过来有豹子过来我不惧，我淡然处之，是吧？美色而不喜，看人家美女过来，哎，好漂亮，是吧？哎，美色过来看一眼也是淡然处之。这是什么呢？练功叫什么？练的是你心神意，哎，叫什么？叫素定，哎，叫养生之妙莫过于素定。所以也就考验你的定力，不要长不要追，就是眼前有光圈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他说大概持续了10分钟，闭睁眼也有，闭眼也有，这个不要想。